众捐血多寡，往往会受到外在的因素，包括天候、疫情等而下降。花莲捐血中心例行性的下乡巡回捐血，在25号是开抵瑞穗乡。不过，由于文旦又采收农忙，前来捐血的民众比平常要少了不少。捐血民众也不忘呼朋引伴，挽袖捐血，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花莲捐血中心的捐血车成功号开抵瑞穗乡卫生所，展开例行性下乡巡回捐血的行程。不过正逢瑞穗文旦柚开采的第一天，农民以及乡亲民众都跑去采柚子，使得前来捐血的民众比平日少了些。即便如此，仍有不少乡亲民众、民代以及在地社团的干部前来响应，捐出热血来纾解花莲的血荒。今天101次，刚好今天破百啦，我觉得说今天，虽然天气热，大家都在工作，也希望大家能捐血一袋救人一命，来这边花个10分钟，能得到更大爱的精神。瑞穗救国团会长李俊霖在七夕这一天破百次捐热血，他说值得纪念。而民意代表林玉芬则表示，常年都有捐血的习惯，维持身体健康也能捐血救人，何乐而不为？哦，七夕情人节啊，嗯，哎呀，那特别捐出血，对，特别有意义，在捐血救人。因为我捐血很多年了啦，就是从年轻到现在，所以一直都有捐血。那所以也养成习惯，现在就是每2个月捐一次，希望大家一起响应。捐血车现场工作人员指出，尽管有加强宣传，也以电话联系捐血朋友，不过乡亲民众碍于采收文旦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竞赛，因此前来捐血的民众比平日少了些。花莲捐血中心仍感谢，也呼吁社会大众多多参与捐血活动，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。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。